水妹，我这是进城挣钱去，我又不跟私奔，你说你老看着我干啥了你？我要把你放进城，那就离跟人私奔不远了。丹年哥，这村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走吧，咱们回家吧。走啊！哎哎，水妹，水妹。 水妹，好妹子，好妹子，哎，哥这不是进城挣钱吗？哎，水妹，我跟你说，你说要不然我咋给你颁彩礼呢？<笑>你少跟我说甜话，哎，你是倒插门，俺们还得给你彩礼，走啊，回家。你咋就跟卖给你们家了似的？你说什么？ 这么多年饭，你想反水呀？能的跟你，走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别动手，你走走。哎，水妹啊，那啥，前两天振声回来，你看见了不？ 你看那个头梳的，啊，苍蝇上去都能劈叉，那发型梳的跟汉奸似的，肯定挣钱了。你说你要让我进了城，我挣去钱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哎，你什么种，人家什么种，跟人家比，哎，你有那脑袋瓜子呀你？我啥种了？他啥种了？切！啊，他娘大着肚子从城里回来。 那带回来的就一定是城里的种？进城什么人搞大肚子也说不定。你别不要脸啊！哦，你也想进城把谁的肚子搞大是不是？不是，耶！你这人说话怎么一说话你就……行了，你就把我死家里得了你。
年哥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得上厕所。这，哎，马上就到家了，回家再上。来不及了。你不是说了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吗？来不及了。你少给我来这套啊！那你把裤腰带给我解下来。要啥？给我。你去查查人，人齐了早点走，还有200多公里路呢。好。九成，你可记好了，你为的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啊，说死了在这儿啊。这大年咋还不来啊？不会是在演十八相送吧？小庞，别太着急了。
天黑前到家就行。行，小心。没事儿。这次咱俩也进城了，再加上城里的镇生，咱们葛店三兄弟可就都成了城里人了。这城里的打工的农村人。城里，哎，这个镇生也不知道混咋样了，多长时间没来信了？有日子了，那肯定是混好了呗。哎，这人一混好了呀，就忙，这一忙呢，也就顾不得过去的朋友了，这也常情。他要真混好了，哎，他忘了咱这些穷朋友，那也没啥，是吧？嗯，就怕呀。坚持一下，韦总。哎呀，快快快快，快救我！赶紧，快救韦总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！哎，好，好。2308，171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2308。1712，什么？你说，啊？2 3。老板，这没事啊，咱一会儿就到医院了。小伙子，你不该救我。老板，你们俩都回去吧，等韦总的伤好了再考虑你们的工作啊。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看这老板伤成这个样，能不能干得成干不成还不一定。反正咱俩没事啊，等会儿。哎，那个什么，
是说那个老板女儿要来是吧？啊。哦。那等会儿吧。周兄弟，你都看到了，韦总现在伤成这个样子，短时间好不了，没法考虑你们的工作。你们是不是先回去，等我们的消息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想见见他亲人。哎，嗯，咱俩还是走吧，老在这儿待着干嘛呀？刚才医院的人管我要钱来的，吓到这身汗。嗨，你怕啥了？咱俩浑身上下找不出200块钱。嗯，你看看。这是刚才受伤那个老板塞我手里的，我估摸着是个重要物件，我得亲手交给他亲人，不是？哦，那该等等。什么人吧，连正眼都不瞧咱一下，你跟他说得上话吗？管他了，东西给了咱就走人呗。医生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这是怎么搞的？最近不是没什么事吗？我爸怎么会弄成这样的？本来伤情不太严重，身上只有几处骨折，可是伤了之后，可能大家呀抢救心切，没有让病人原地躺着不动等着医生，而是把他背了起来，运到车上，加上一路颠簸，病人本来折断了肋骨，刺破了肺部和心包，内脏出血太多，所以你个小鹏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是怎么照顾我爸的？我当时。哎，哎，你是那个老板的亲戚吧？我有个事儿，就是他，抢着背韦总的就是这小子，他老是呆在这不走，说要等韦总的家里人。我看这小子分明是在这等着享好处。你说啥了？我咋是等好处？我呀，乡村二杆子，你逞什么能啊？这有你什么事儿？你为啥打人了？我咋了？把他轰出去！我说没你什么事儿，为啥打人了？赶紧走。我咋了？用好了再说你的工作啊！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有事儿。你为啥找我？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这小子搞的。爸，你别着急，你会好的，爸。爸，爸，爸爸，你爸现在怎么样？你看我爸，这怎么办呢？爸，爸，爸爸，韦总，韦总。
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城里人根本就不讲义气。你救了他爹，这可好，这挨骂还不说，还吃了大嘴巴。妈的，这他妈什么事儿？这是，我要把东西给他，他以后要好处的。什么他妈城里人？他妈！行了，你别他妈的他妈的，你嘴巴还没吃够啊？这进了城啊，你也跟人城里人学学啊，这又不是在农村，那河边上收趟子。这城里人啊，这他处处都得小心，你要是在地上啐口痰，他都得发好几块呢。我热脸蛋，我贴个冷屁股。哎，行了。我掉下来了，裤子吧。行了，这不是你不知道那个女的，你那个熊样儿，骂我乡孙二杆子。二杆子啥意思？二杆子？麻杆？拉杆？啥是二杆？我知道了，那不是骂我。那老人们不是常说吗，机灵杆儿、扁担杆儿，男爷们靠着两杆子，二杆子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啊。医生不是正在积极努力地想办法抢救吗？志芳，我想现在当务之急是你应该赶紧把公司这一摊的事儿接过来，工地那边可不能一日无主啊。我是学艺术的，我哪会管公司啊。我人家现在可不管你是学什么的，你都得顶上。你爸爸这一伤，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，法定只有你才能说了算。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乱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志芳，有件事儿，其实它是个秘密，我想告诉你。我帮你爸爸的公司从银行担保贷了6000万的款，我们说好，你爸爸答应给我换成200万美元之后交给你。哎，你爸爸没跟你说起这档子事儿？哎呀，瞧这事儿闹的。志峰啊，你现在赶紧盯着你爸爸的伤啊。我是个国企的老总，我可出不起这么大的事儿。这巧，振声在这儿上班。哎啊，哎，应该是在这儿。嗯，这巧。是这儿了，嗯。是这儿吧？哎，你们看什么呢？赶紧走，走走走。九成，大年，哎，振声。哎呀，能在这儿见到你们，我可太高兴了。是，怎么着？现在想通了啊，想出来了，穷极了呗。那村里地越征越少，没地种了。哎，你小子这是混好了啊，气儿都不来一个。混好了，混好了还不打信啊？这不敢打信，怕丢人呢。也得了吧，别骗我们了。你看看你小子穿这衣服，你看他等着这模样。
一看就知道混好了，是吧？不管你借钱。哎，不过大年哥、九重，你们啊，既然到了城里，就别拿自己太当人了。这，就准备着吃苦受气吧。刘振成，你有病啊你！让我等那么长时间，快点！哎，那个大年、九重，谢谢你了。你这干啥？哎哎，别别别，这是我一朋友，我晚上还有应酬啊。这振生，这我们俩可是两眼一抹黑呀、啊，你不能给我们搁这儿吧？哎，这是我一特好的朋友，得罪不起的。要不咱们回头坐下来说啊？完了没有？哎。哎，大年哥，你先带着九重，你们先住下，回头啊，咱们打电话好吗？哎，打电话啊！哎，大年，这刘振生，这重色轻友啊！这人一进城怎么就这样啊？振生，我了解，他这迫不得已的，啊。要不会把咱俩撂着，那咱就先找个地方，找地方住。怎么着，乡下又来亲戚了？不是亲戚，是朋友，从小拜把子的好兄弟，一起长大的。我觉得中间那个小白脸不太像个乡下人哈。门姐真是好眼力啊，这么黑的天都能看出来那是个小白脸儿。这话有点酸呐。哎，你说这大街咋长得都一个样呢？我眼都看花了。那今天咱俩去哪儿住啊？住？这个都是高级的旅馆，你能住？啊。耶，对了，咱村那个光学，彭光学，他不就在这个韦老板这工地上当个小头吗？咱上他那儿住一宿去。是啊，咱俩本来不就是去他工地做工吗？那你有他地址吗？有。啊，走。大家不要乱啊，听我说几句。这老板拖欠我们的工资快半年了，说是昨天发工资，可是到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说是出去招工，今天回来，可是还没影啊。我们再也不能受这种骗了。这次我们一定要先拿到工资再开工，不然我们就坚决罢工停产。是啊，再不卖。大家说怎么样？罢工。对，工资一定要，可是要停工，这不好吧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光学，有人找。哎，你们先聊着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嗨，兄弟们。看看谁来了！哎，这个彪子，九重，看，叔，九重，大年，来，坐。大年，哎，兄弟们，你们先商量着啊。哎，接到我的信了吗？是过来打工的吧？是。哎，光学，你先别说别的，给我们弄点吃的，一天水米没沾牙了。还没吃啊？大年，九重，真对不起。按理说呢，你们刚到，我真应该请你们一顿，可是我们已经快半年没发工资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这兜里啊，连5块钱都掏不出来。哦，我这儿还有几包方便面，你们先对付一下啊。大年，九重，你们先吃着啊，吃饱了之后呢，就在我这铺上先休息啊。这个我和兄弟们呢，还得商量一下和老板要工资的事儿。不客气了啊！哎，咱们是谁跟谁呀？
啊，吃饱了早点休息啊。哎，那个暖瓶里啊有开水啊，你们先吃。好，爸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你说，女儿听得见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爸，爸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是我的事儿吗？那是公司的事儿。爸，你别着急，爸，爸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爸，我爸说不出话来，怎么办？爸，哎呀，不行，点什么主意，赶紧想。咱们找记者去吧，真的告破，你说对吧？还是让老杨告的。要我说呀，什么都不行，就是停工。回家连路费都不够，怕把事闹大了。爸，怎么办呢？我拿笔和纸，你写下来。别着急，爸，拿纸和笔。大家听我说几句，这次我们一定不能让资方进来开工。他们答应给我们补发工资不是一回两回了，可是回回等来的都是骗局。大家知道，我们大多数的工友们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啊，所以这次他们要是不答应我们的条件，我们就坚决不开工。不开工。钱了不行了，干干干饭多啊，干饭多，半年了，半年没钱没吃呀，是啊，干啥干？我跟你说，没看出来，光学口才不错啊，他原来在村里，你记得不？不是个结巴吗？这也不结巴了呀，嗨。那还不是让人逼的，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工人同志们，你们安静一下。你们的这种极端做法是违反了我们市治安管理规定，是违法的啊。我劝你们啊，还是立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派出个代表和公司进行对话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如果到了我规定的时间你们还不听从警方的劝告，那我们将依法对你们采取行动，到时候的后果呢将由你们自己负责，明白吗？怎么搞的？这家公司的头怎么还没来？队长，听说他们公司的负责人昨天去世了，他们忙着发丧呢。这什么公司啊，真够乱的。兄弟们，我们这次啊一定要坚持到底啊，我们这是合理要求，是不是？咱们劳动付出了，拿到咱们自己的劳动报酬是应该应分的，所以啊不管他老板说什么，到最后不给我们补发工资就是不能开工，是不是？好样的，光学！我真没干嘛啊！你真是条汉子！你就别给他戴高帽子，
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他家里有瘫在床上的老爹，还有两个等着要学费的娃，你说他要是进去了，那家里咋办呀？是。一个月不好了。光雪，要不你跟大家伙说说，别闹了。大年啊，这人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啊，你让我劝谁？我怎么？你。光雪，那我们也帮不上你啥忙，你可得小心啊。哎。光雪啊，这忙我帮你了，我有个法。什么法？你看见那个就那高的那铁架子了吧？啊，我爬上去。哎，光雪，我爬上去。你们俩，你们就在底下说，就说这个有人要不到工钱，想自杀。那个警察呀，他也怕闹出人命来，是不是？哎，他就不敢动了，他就得逼着公司要钱。你说这咋的？这个办法好，我上。哎，别，你在下边交涉，我上。咱同村的老乡，我帮你这忙，好不？不是，那咱们不是这儿的工人啊。那有啥呢？大门不开，他知道谁谁了。等条件谈下来，咱跑了再去。啊，光学就这定了。那个啥，啊，你看要是条件谈下来，俺们俩能不能上你这儿上班来？嗨，这要是谈下来，你们可就是弟兄们的大功臣了。你放心，有我们的活，就有你们的。这事儿啊，包在我身上了。对，就这。你看见没？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，咱又把光学帮了，咱自己也有工作了，不是？哎，那你可得小心啊！一定要小心啊，兄弟！啊。赵叔叔，你是公司的副总，工地上的事你去处理就行了。我爸这刚走，医院那儿还有好多事儿等着。我也不想惊动您，可是这工人们把大门都给围了，这事儿闹大了，警方一定要让公司的当家人到场。志凤小姐，最近市里可是三令五申不能出事，特别是不能出现拖欠工人工资的事件。真是祸不单行。我也不知道老总出于什么考虑，这工人可是有半年多没发工资了。公司账上不是还有钱吗？账上的事儿我不知道，可我听说贷款还有不少呢。想爬上去，哟，不会出事吧？这家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头儿到现在还没来。
警察同志，你们是公司的负责人？对，我们是公司啊。这是我们公司的负责人韦之峰小姐。嗯，你好。她是负责人？对啊。啊，她父亲是我们的老总，昨天刚刚过世。我们也没想到这工地上怎么会出这种事儿。你自己瞧吧，工地闹事儿，要不是有人报案，指不定闹出什么麻烦来。我可要告诉你，咱们是有明确规定，如果是你们资方的原因克扣了工人的工资，破坏了我们是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，你们公司可是要负全责的。是，我们在想办法。哎，对，我们马上想办法。九重，啊，我发现大年害怕了，他怎么直哆嗦啊？不会吧，不就是爬上去待着吗？不至于啊。不给钱就往前飘了，不给钱就往前飘了。这事闹得要自杀，快快快快行动。赵总，你看这事怎么会闹成这样的？哎呀，你们就别再愣着了，赶紧表个态吧。是，赵总，快答应他们，明天我就给他们办工资，快呀。韦小姐，你可得想好啊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赶紧的吧。赶紧的吧。好好好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工友弟兄们，我们公司领导经过研究，明天一上班就把工资补发给大家，请大家赶紧的恢复秩序，好不好？要出人命了，我得上去。九重，小心点啊！哎，怎么又上去一个？我眼镜。这小子。感情是个胆小鬼，哪儿像自杀的样儿？你们看看，看看把你们工人逼成什么样了。哎，不对呀，这好像不是我们的工人，这不是昨天那个……啊，赵总，你看，这都什么人啊？趁火打劫吗？你怎么样？九州，不行，不行，咱下去吧。我恶心，就恶心。恶心，小周，你咋恶心呢？那你顶住了啊！我下去叫人去。呀，这哪儿来的水啊？尿！
明。我该说我是一个好公民，我不都不想说话，带小尊老爱又爱护花草，坐车买票，入厕买纸，红灯站下，绿灯再走，注意斑马线，不和您抢道，这就是我们农民的礼貌。我是农民，我敢说我是一个好公民，我见义勇为绝不怕死，发现小偷扭送公安，义务献血参加绿化，五讲四美三个热爱，尊重城管员，按时交房钱，这就是我们农民的保证。三十亩地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哪能理想就了，哪能理想就了，这是棵常青藤，上远都是藤上的瓜，哪能提亲过了，哪能提亲过了。我是农民，我敢说我是一个好公民，我就要进城了，当你一样的好公民。哪能理想就了，公社是棵常青藤，社员都是藤上的瓜，哪能提亲过了，哪能提亲过了。我是农民，我敢说我是一个好公民，我是农民，我敢说我是一个好公民。